健康饮食，服从口入，欢迎继续收看本期节目。今天可心制作的这个麻婆豆腐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儿。如果您没记住这道麻婆豆腐的具体制作步骤，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添加节目微信，发送麻婆豆腐就能获得具体的步骤。同时呢，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，通过链接进入答题系统。连续回答对五道题就可获得1000元红包，并且还能额外免费的砸一次金蛋，金蛋内的奖品有益生菌、氨糖、多种维生素、蛋白粉等等，超多膳食好物等着您领取。今天呢是答题活动的最后一天，抓紧时间参与吧。嗯，这么快啊？这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。嗯。哎呀，那我这个家里人、身边人是全参加了啊！现在是人手一份奖品，所以呢，现在只能动员一些没有看过节目的新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节目，参与有奖答题。那这次这个活动奖品这么的丰厚哈，你千万不能错过。这个奖品的价格属实不低，而且答对五题就能免费领取，活动门槛也是非常的低，而且很多人啊都在群里啊。发这几天的答题笔记、答题攻略，现在呢，咱们微信群里的标准答案是满天飞啊，扫二维码进群就能看到。嗯，真是的，你看我啊，当初都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来答题的，你这最后一天答题成了开卷考试了。哎呀，今天要是参与，那简直太容易了，真简单。对，这答题呀，得奖不重要，是啊。重要还是学习知识，只有认真做笔记的才是把学习知识啊，把这个知识学到脑子里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赶紧扫码答题砸金蛋呢，奖品可丰厚了。答什么答，根本就没有奖品，你可别瞎弄了。你看怎么没有奖品呢？这不都是我得的奖品吗？还有这红包，这还有没邮寄来的奖品呢？什么奖品呢？肯定都是几毛钱的奖品，别糊弄人了。不是糊弄人的，这我都查过了，这奖品价值都小100块钱呢。还有那个红包额度特别高，有人中了那个近1000元的大奖的。真有这种好事啊？我也要参加答题砸金蛋。你必须扫描屏幕下二维码，添加微信好友，点击答题链接，然后连续答对5道题，就能进入砸金蛋环节，众多好物等你来拿。哎呀，真能中奖啊，我砸到个大红包。咱们的答题热情现在是十分高涨啊，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嘛，很多朋友看到身边人已经拿到了奖品的快递，现在都赶着最后一天参与活动。但活动归活动，我们还是要解决微友的提问。老师，我这儿有一个微友叫做好运来哈，他说老师看了你的节目，今晚就要做豆腐了，但是豆腐和什么食材不能一起吃呢？我觉得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的。这现在很多人受我们的节目影响哈，什么东西能吃，什么东西不能吃，都是有意识了。跟大家讲，豆腐不能跟草酸含量高的食品一块吃。芹菜、韭菜、茭白、芦笋啊，再有就是跟鞣酸高的食品不能一起吃，柿子啊，这个茶叶，青香蕉，这都不行啊，因为豆腐里最主要的钙含量很高啊，对吧？你跟这些酸性物质一碰，它就变成硬疙瘩，形成结石啊。其实高钙的食品呢，还有各种钙片，都不能跟这些酸性的食物一起吃，这是个经验啊，最起码要间隔1-2个小时以上才行。两位老师啊，咱们现在再来解决一条我这边的问题呗。你说，有一位叫如墨的微友，他提问了，他说这几天呢牙疼，就想问问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牙能止疼啊？是这样的，就大多数人在面对牙疼这个问题，首先想到的用点什么药，先镇痛，那个单纯靠抑制抵挡牙疼，哎呀，挺难的。那这个人我很佩服啊。这么做对不对呢？对，但是你不能光吃止疼药。再有一个，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反对大家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。为什么？这种就止疼药特别伤肝。特别伤肝。我对各种止疼药是极其排斥的啊，所以能不吃尽量不吃。那真疼的时候怎么办？我教给大家一个招，可以不用吃止疼药，用我们
有一个穴位叫合谷啊，两个指头连线这个地方合谷啊，合谷穴。这个真疼的时候，又没有什么办法来处理，又不能上医院，怎么办？掐这个合谷，掐这个穴位，就这两个指连线这个相交这个地方啊。这个，但是注意，掐的时候这个力度要掌握好，别死命的掐啊。我小时候曾经死命的掐过，结果掐完肿起来了，比我手受的伤还大啊。就是要适度，但是要长期按压，按住咱就不撒手，我累了，累了换着掐这手，啊，这俩穴位都有用，它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疼痛的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记住，牙疼了，第一时间能上医院尽量上医院，因为大多数牙疼都和我们牙齿周围或者是内部的牙髓发炎有关，啊，比如说牙髓炎，它牙髓它里边是封闭的，它感染了之后，这个细菌感染它会有气体，导致这个牙髓里面的压力大，压力大压着神经，神经就一直疼，这种疼痛只有当神经完全坏死了之后，才会消失，而这个过程很痛苦，所以一定要上医院，这个过程我们自己根本处理不了。感谢铁峰老师的答疑解惑。最后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的有奖答题活动还在继续，今天呢是最后一天，还能获得丰厚的奖品。明天0点答题通关准时关闭，抓紧最后的时间参与吧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健康饮食服从口入，我们下期